张女士在秀英与男友郑金浩爱情长跑12年，两人虽然爱得低调，但时不时被捕捉约会场面，还在节目中提起对方，让大家都甜翻，不断敲碗这对赶快结婚。而最近两人又偷偷放闪，秀英日前宣布将在10月30日于日本以 solo 歌手出道，近日陆续公开出道单曲 Unstoppable 概念照，这次海报以浓妆配上超反差的黑红色系，整个人超闪亮又霸气。但没想到男友郑金浩竟在连续3个贴文都留言，第一个先留您是哪位，没得到回应后再留我问您是哪位，两次没得到回应还是超坚持问过后真是您到底是谁，坚持不懈挑衅女友，也直接让粉丝笑翻，纷纷感叹静浩哥皮在痒，让我们为静浩默哀3秒钟。